这次的活动、哦、非常的特别，我们邀请到两组代言人、啊、双代言为我们这次的活动、啊、一起站台发声。当然当然，首先我们就要来先邀请我们自己台内节目内举不必亲的 时尚玩家的号角响起天团哦，所以天团其实是我们的节目的天团，但是也是我们效法的对象，更是我们想要击垮的对象。是啊，如果有朝一日没有，请不要怕，人家讲狗公嘞，较俗啦吼，拜托拜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天团号角响起出场，欢迎大哥哥，有请，号角响起来了 ，Come on， 哎，号角响起来了。我的好朋友好叫夏季，我吉他，我的 come on， 拍手，要干掉我们，这样子啊，大哥就新来了，好叫小姐又来啦、啊。我的好朋友好叫夏季来喽，哦，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送爱心，是。涛哥打灯靠一壶，新梅姐马上加入，号角响起不能输。耶呼！我们有双代言，除了我们天团之外呢，另外就是我们 TVBS 欢乐台的时尚教主啦。好，就是我们人美心就美的蓝心梅，心梅姐，掌声欢迎心梅姐。要唱歌也不讲一下，不然我卡拉也带着。没关系，你站在这边画面就已经够好看了哈。新妹姐出来就震慑全场。好，那有请那个新妹姐旁边稍微等一下哈。当然啦、啊，除了那个两位双代言之外呢，我们身为东道主 TVBS， 我们也要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贵宾。哦，这个贵宾将出来，可能大家会觉得非常非常厉害、哦、是，他是我们 TVBS 文教基金会永远的铁杆部队，我们的终身志工李涛，涛哥，涛哥好，涛哥好，涛哥好，涛哥你好，是，谢谢。好，我刚刚发现了一件事情，是，我们刚好台上啊，这三位啊，男性大牌，刚好都是我们的外景节目主持人。对，哎，对，这位是，两位是前辈，这位是我师弟，加他够啊！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啊，后生可畏啊，后生可畏。哎，既然是外景主持人的话，体力应该想必非常厉害哦。物管最需要的就是体力。我刚刚有稍微报了一下，就是涛哥，因为我跟他很久没见，然后稍微那个是稍微哈哈一下哦。哦，那个肌肉有喜欢吗？紧的，有喜欢就好。刚退伍的那种，你知道性结实，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结实，因为像他们两个是排骨嘛。对，你是紧的肌肉，紧的。一个骨是有问题啊，一个是黑骨肌啊。这个以前在南部就是有一条歌，你们刚才哎呦喂了，冰啊姑了，冻啊甩鸡。一，二。哎呦，相当好嘞吼！哎、哦，那看来涛哥你已经看得相当的明白了。怎么感觉涛哥喘啦、啊？对。没有，我想说要请涛哥加入啦。哦，你是说涛哥坐在他们身上是？一起坐，因为我打听到，听说涛哥一天做120下伏地挺身啊。又加码了。真的假的？是不是要尬一下？我刚才看了两位师兄做，已经是紧张的不得了。我只能做一点刚刚模仿一下，我做几个简单的模仿一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拍拍照，来，拍拍照。哎呦，帅哦！能 Q。有备而来。涛哥表演不用手的浮力挺身嘛？该不会就这样好表演完了？